的时候他一下也不动弹，这沙是真多，这个也带着。像这种硬泥区恐龙蛋是最多的，这个个头应该不小。来吧，小家伙别藏了，在这儿。这个还挺大，这地方最好是别碰它，有时候你一碰它，它就直接吃你一两条水的。后边怎么还弄了？这个个头挺大，直接就把它一窝杀了。这本地也得10多块钱一斤，这也是，这边也是，这白蛤是真多啊，这里边也是，这片沙滩，明天我得带个大漏勺来，这个白蛤是真多呀，看，就随便一挑就一小把，太棒了吧，先带着吧，这个鱼藏在这个大鞋壳里面，这个鞋着实不小，看一下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二强，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